当当，今天我要来做一个甜品。这个甜品是我从小红书上，我从网上看的，然后找了一个比较简单，并且我比较有把握的一个甜品。就是鉴于以前的经验呢，我觉得这次肯定能成功。这个甜品是海洋椰香蛋白糕，什么向海面卷起千层海浪。做出成品的那一刻，太赏心悦目了，神仙颜值，美到就像艺术品。我今天就做一个艺术品。哎，我太聪明了。6度。OK。这跟做实验一样，2点多，做实验容易还是这个容易？这个容易，好，完美，正好。我现在可以去煮了，就把太简单了，就把这两个煮开就好了。行，那我现在就是。是中庸吗？把它倒进去。你不得把那个滤出来吗？我其实可以把它再煮一会儿，然后让它更蓝一些。我太聪明了，这就相当于，就像之前煮奶茶一样。想不到吧？我还煮过奶茶。学打鸡蛋，所以赶紧趁它没凉的时候打鸡蛋，不然它就凝固了。这还挺熟练的。打鸡蛋还行。勺子，少一个勺子。我怕它弄完弄出鸡蛋汤来。好，完美，一会儿就等待成品。椰奶是150克，那这个几比几？这个随便吧，30克，完美，25克白糖，10克白凉粉，然后是拌匀煮开，然后又要去煮了。其实看着挺简单，拿个勺子和和，但是它。你这一直搅拌，它还是有些难的。等它再凝固一会儿，就往里放。这是最后一个步骤了，对吗？最后一个步骤。我觉得应该挺好吃的，因为你想啊，里面有糖，有椰奶，还有这个应该是没啥味儿，就是一个蓝色，还有鸡蛋，我觉得应该还不错，我再研究一下。就是有些鸡蛋的腥味儿，是没熟。那倒进去了啊。哇塞，绝了！这次绝了，我赶紧放冰箱。属于长华村的第一个半成品的甜品。等会儿就成成品了，再过5分钟、10分钟、15分钟。哇！等着吧，也差不多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你刚刚看了一眼，耶，完美！我现在要把它。倒入这个盘子里，还有点紧张，第一次做这么成功。
一二三，掉不下来。哦，哇！图文不符，图片是这个呀，字体是这个呀。我刚刚还想给他打一个89分，现在估计也就60分吧，这差别太大了吧。我先解释一下，它是有些腥，这个腥呢，我分析了一下，就是那个鸡蛋的那个蛋白，就是我倒进去的时候温度可能没那么高了，就是没有把它烫熟，如果熟的话就没那么腥了。行，我现在再尝一下。我闻着不好闻，憋一口气吃进去就好。嗯，哎，真的还不错。不，不是演的，真不是演的。什么感觉？吃下去，吃下去。真还不错，不是演的。刚刚想吐是怎么回事？那你解释一下，解释一下。不是不是，我知道了，就是这个液体，这里面的这个液体有一点点腥，然后其实这个蓝色的，就是上面那个还挺好吃的，我来试试下面这个。下面这个也好，下面这个全是椰奶。嗯，这好多，这还不错。行。哥哥，你看我这都没吐。那你放可悲，感觉自己做的怎么都得吃了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它闻着确实不是很好闻，但是吃着还真。给你们吃啊。嗯，不用不用。妹，真的不要客气。总结一下今天自己做的东西。今天做的这个东西，一回生二回熟，这是我今天第一次做，能做成这样，我已经很厉害了。虽然就是第一次做吧，它总会有一些错误的，就像做实验一样，哪有每次死那个谁发明什么东西他还做了几百次呢，我也忘了。然后我这次做甜品第一次做成这样，然后下经验呢，就是下一次做的时候那个蛋清要趁热倒，然后这个椰奶呢也要早一点到就好了。嗯，反正完美。快再尝一尝。下次再见啊，虽然不知道啥时候见，下次我找个更难的做，我有信心。说完自己都心都虚。不虚。胡说八道。不虚，真的，下次我肯定会成功的。等我第二次做的话就好多了，真的，不信等着，拜拜。